停下来。看到远景，男子立刻加速逃跑，猛踩脚踏车往骑楼里面钻，警车紧跟在后，没几分钟立刻将人逮捕。原来他是一名窃盗通缉犯，就连骑车逃跑的工具也是偷来的。其被警方认出，仍不愿意就情，迅速逃离，被同人追赶并压制在地，成功将其查缉到案。后续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事发在台北大同区，27号有民众报案，发现脚踏车遭偷窃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发现嫌犯就躲藏在附近的废弃建筑物内。警方第一次尝试接近逮捕嫌犯，为了逃跑朝警察丢掷废弃家电，但几个小时后又在路上碰见警察，这下再也逃不了，狼狈落网。